Mesh, those are sure.你这脚好秀，好秀，对呀。前面它会自动脱壳哈。对对，自动脱下来。这一点差不多两个月就脱下来了。两个月脱下来，这后面这个要不要再贴那个帖子给扒大点？暂时不要。 这边不疼啊？嗯，不疼，就左边疼。左边疼。两个脚都是外边疼。嗯。好。 没事，你可以皮连在上面。没学到底呢。这个不用学到底，它这个里面没有，有点皮。你一把呗，现在多样了。它如果说指甲长在下面呢，就修到下面。像这边它没，你看下面没有，多好的下面。嗯。下面一点都没有，你看咋子？它这个这边估计有。别动了。 干嘛一碰就疼？不是的，啊，你那刀子好像怎么说？咦，你脚放松就行，别动啊，这边。这边有啊。这边估计会有一点。肯定有啊。会有一点。哎呀，咱怎么挤呢？没事，下面吧。你这个。我没挤上。你这个肉和那个指甲挨得近。不好修吧？ 好修，都一样的，别动，都一样的。我会不会疼？不会。你以前多严重啊，都不怕，你这轻微的一点。那怎么样？我要半条命。对啊，你以前指甲多严重？别动，没事。就在这里，别动啊。 你的发，出来了。对，你看这黑的还没退下去呢，发炎。就是。发炎多久？好长时间发炎，一直在发炎那个时候是吧？啊，对。出来了。好了。 你又在检查一下就行。你他痛不痛？你知道吗？切，切。哇，你太紧张了，不可能疼的。你太紧张了，怎么可能会疼呢？别动。狗子狗子确实有点难受。不舒服是吧？哎呦，正常的。 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啊，别躲啊！哦，你慢一点呗。没有了。